尊敬的师父上人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我们刚刚提到了，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。刚刚有没有同修去买刮胡刀的？父母责啊，须顺承。当父母责罚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啊虚心接受，好好啊检讨，好好反省改过。因为毕竟啊，父母是用一份爱护我们的心，希望我们啊能够德行增长，才会教育我们，责罚我们。那我曾经啊也问小朋友说，你假如被父母处罚了，那你内心啊是什么想法？诸位同修，你的孩子被你处罚完，他是什么想法？你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？孩子啊，最多的答案是好衰哦。他说好衰哦，被父母骂了，下一次哈、哦、做错事不要被看到，就不会被骂了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孩子的心理状况啊，我们要敏锐啊去观察，你才能够引导他正确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当老师啊，要帮父母说话，要让孩子体恤啊，父母教育你们也是对你们的一份爱心。我就告诉学生，所以一个人啊发了脾气以后，会不会觉得神清气爽，很有精神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发完脾气说，哇，我精神百倍？有没有？没看过吧。好，发完脾气大部分身体会觉得怎么样？比较累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发脾气啊，身体会产生大量的毒素啊，所以发一次脾气、啊、要几天才可以恢复过来？3天、啊、所以这个对身体啊是很大的损伤。为什么父母知道啊发脾气对自己身体不好，但是他还是要管教你？因为怕你不学好啊，怕你人生没有建立正确的人格态度啊，所以是为了你好，宁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，也要教诲你。所以你要体恤父母的用心啊。所以我们要对得起父母的这一个教诲，绝对不能说啊、哦、很衰啊，而是啊，要借由这一个教训以后，了解到自己啊哪里犯了过失，往后啊。绝对怎么样？不能再犯，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的教导。好，要学习颜渊的德行，颜渊能做到不恶过，所以下一次啊不能再犯。我们应该抱持着挨骂换得进步。好，每一次教训完呢，哎，我一定可以再进步。赶快把过失啊导正过来。当孩子被教训之后啊，他的心态是如此，那他也能够珍惜这一个机会啊提升自己，他就不是啊情绪化而已了，而是能用理智啊来面对事情。好，那所以父母责啊须顺承。在春秋时候，有一个孝子叫曾参。有一次，他父亲很生气啊，处罚他。那刚好呢，顺手啊，拿起旁边的一根棍子，很粗啊，结果一打，他很乖啊，都不动。父母责怎么样？须顺承，就乖乖在那里啊，给爸爸打。结果爸爸因为啊，
情绪比较大，所以失控啊，把他打昏了。就这一个消息啊，传到孔夫子的耳里面啊，夫子就说了，说你这样做啊不孝啊，曾参觉得我很乖啊，父母则须顺承啊，连跑都不跑，怎么会不孝？夫子说，假如你的父亲失手把你打死了，那谁最伤心呢？父母啊，这样我们是陷父母啊于不义啊，所以学道理啊要灵活一点啊。所以夫子告诉曾参说，小杖则受，小棍子可以受，大杖啊，好用跑的比较快啊，大杖则走啊，赶快离开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求学问啊，要学灵活，懂得全变。所以今天我们学完之后，比方说刚好犯了过失，爸爸在骂你，这个时候你要父母教须敬听。但是假如你父亲有心脏病，看你呢越看越生气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站在那里，要赶快怎么样，赶快离开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懂得观察情况，处处啊替父母着想。那除了父母呼应勿缓，那谁呼啊也要应勿缓。我们看五伦关系啊，比方说君臣关系，领导呼怎么样应勿缓，领导命啊行勿懒。所以我们这个态度真正做到了，那你的上司一定对你非常欢喜。好，他要带你，就是要带下属出门啊，一定会带谁？一定会带你，都带那一些很有礼貌，懂得帮人家夹菜啊，帮人家倒茶的。所以这个态度啊，也会影响孩子以后的事业。记得我们在广东有一次见到一个园长，他就有提到有一次他跟广东的客户见面，那也带了一些啊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一起去吃饭。那他带这两三位老师去吃饭的用意在哪？重点是请客人吃饭嘛，那带这几位年轻的老师去要干嘛？当然要帮忙招呼啊，总不能让老板去坐在门口端菜吧，所以要懂得这些礼仪礼貌啊，才能够啊协助领导者，而不会帮领导人啊捅娄子啊。结果这些孩子也没有学弟子规啊，这些老师也没有学弟子规，所以点菜啊，因为是广东的客户，所以一定点给谁吃啊？点广东菜给客户吃。结果那些老师啊，有的是湖南人，湖南人喜欢吃辣，所以一边吃菜啊，这些老师就在那里说真难吃，在那里议论起来，所以这个领导人呢很不舒服。好不容易啊上了一两道呢比较辣的菜，结果啊这个领导人当然把菜怎么样啊先转到客户的面前，结果这个客户才夹一口啊，这些年轻的老师马上转过去赶快夹起来。好，结果他要把它转回来啊，转到这个客户面前，好，没多久啊他们又把它转回去。所以真的啊，不学礼啊无以立啊，连这个做人的分寸都不懂啊，事业很难立足，很有可能啊会给人家添麻烦。所以对长者啊，对领导者，我们都要有恭敬的态度，要懂得察言观色。所以领导教啊须敬听，领导者啊须顺承。所以一个孩子懂得受教啊，他到公司去啊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些公司里面主管还有
长辈的疼爱。所以五伦关系当中，君臣关系也要做到这一条。再来，夫妇关系，太太夫怎么样？要互相尊重嘛，太太夫也要应物换，太太命啊也要行物来，答应的事情要做啊，不能拖拖拉拉。假如太太叫呢，要虚静听。那闽南话说听母嘴大富贵，听老婆的话才会富贵。当然听老婆的话要听她对的话，你老婆给你很好的谏言啊，我们都要能够接受，因为毕竟啊，当局者迷啊，旁观者清啊。你有一个好太太，随时在旁边帮你叮咛啊，那是你莫大的福分啊。人生的过程有很多的挑战跟诱惑啊，假如你一不小心跌倒了，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。那太太是相夫教子，好，所以太太则啊也要虚顺承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兄弟，看朋友，事实上啊也应该落实在这一句教诲之中。儿子呼也要怎么样？儿子呼可不能应物还啊。你儿子说爸爸，你马上很乖跑过来，儿子有什么事吗？那就倒了，这个就不行了。因为孩子我们要长养他的孝心跟恭敬心，所以应该是啊，他要遵守这一条教诲。那除了五伦关系之外啊，还有一伦关系至关重要。五伦关系假如没有这一伦关系啊，这五伦关系也无法彰显。这一伦是哪一伦？师生关系。诸位同学，五伦的道理啊都必须透过老师教诲，人才懂得这样去做人。所以老师呼应勿还，老师命行勿懒。我在跟随师父上人学习的这个过程，我是偶然的机会啊，在电视看到师父讲经，一听啊很欢喜，从来没有听过啊这么好的道理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人不是不学啊，而是没有遇到啊好的因缘。我们有一位同修啊，他刚好看到电视颁师铎奖，他坐在那里啊，一边看啊一边掉眼泪，哭得稀里哗啦。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哭呢？他说我这一辈子为什么就遇不到这么好的老师。结果后来啊他也听到师父讲经，内心很欢喜啊。所以他本来是事业做很大，他做房地产，他马上啊珍惜这个学到的机缘，把他的公司啊通通收掉，不做了，我要好好学道。所有的同业人员啊都觉得他怎么样，脑筋有问题，这么多的钱不赚了、要去修学佛法。结果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他所有都收掉了，过没多久啊房地产大跌，所有的同业啊都亏得稀里哗啦的。所以同业人员都说啊他会算。所以诸位同修，因为一颗求道好学之心啊，把他的厄难怎么样解掉了。他说他一开始听经啊听八个小时呢，差不多五六个小时都在打瞌睡，但是他很坚持，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，他一定要好好学下去。后来慢慢那个昏沉的现象啊就减去了。所以我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啊也很珍惜，
就开始学习佛法。诸位同修啊，你们可能是比较有福分啊，一开始就听闻老和尚的教法。我是曾经啊从事教育训练，也接触到很多的演讲，啊，听的大半啊其实都是邪知邪见。哦，你看现在社会上讲的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，他们对成功的认知是什么？如何赚进人生的1000万，如何赚进人生更多的财富，这样的认知对不对？已经有所偏颇，因为人生是全方位的经营，绝对不是只有在财富当中经营。而财富是不是挣来的？也不是啊。所以当他们接受的是这一些知见的时候，其实他的人生啊已经陷入很危险的境地。那我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呢，他们来上课很贵呢，3天上课啊台币要3万多块，还有的上10天啊要5-6万块。这个行情啊是已经5-6年前的行情了，现在上更贵啊。结果我就觉得自己很愚痴啊，这么好的佛法经典啊人家送我们，我们视而不见啊，还自己花大把大把的钞票怎么样去送给别人，相信也是以前欠人家的钱，一饮一走莫非前定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听闻师长的教诲啊，内心啊非常欢喜。那师长教啊须静听，在所有师长的教诲当中啊有6个字啊我们时时啊记在心上，就是要为佛法为众生。所以后来师长又说啊，只要你发心啊，其他的事啊都给佛菩萨怎么样安排。所以我听了也很欢喜。后来啊因为过去生的习气比较重，喜欢做生意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妈妈常常都会讲到这里，说我每一次回外婆家都会去买一个小的那个比方说卖那个地瓜，那个叫地瓜什么，就是人家拿5毛钱来给我抽啦，然后抽到了我就东西给他。我记得呢第一次是80张签啊可以赚40块，那本钱是28块，所以我从小就从小本生意做起，一次可以赚12块，后来慢慢再增加。好，所以我妈妈说这个过去生啊一定做生意。哎，结果真的呢，我小时候写日记哈，我的志愿我就写我要做生意，而且啊那个做生意是写到无奸不成商，这句话是错的，我要把它改正过来。所以这个习气就一直带着都没有改，所以后来啊思想很纷乱啊，都一直想要赚大钱，都觉得啊赚钱以后啊我就可以帮助别人。后来因为听到师长的教诲啊，这个观念啊慢慢就转变过来。真正帮一个人啊最彻底的啊是让他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当他明白道理啊，他才能真正离苦，才能真正经营财富，经营好家庭生活。所以当我把这一些纷乱的习性啊放下来，也没有去求，机会就来了。刚好我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啊，跑到台东去住，那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老师啊生完产需要一个代课老师，刚好那一年啊法律又规定要大学毕业啊才能当代课老师，
所以整个乡镇啊找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，结果就找上我来了。好，我一听啊，要带一年级的小朋友，那个身高哦，有的都还没有到我的腰啊，所以我很诚惶诚恐，我说不要了，拜托了，我从来没有教过书，哦，还是不要吧。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啊，他们又来，说实在找不到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佛陀的教诲啊，叫我们要恒顺众生啊，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所以我就答应了，教了2个月的书，教到第一个礼拜啊，我很欢喜，终于找到一个行业啊，是可以很单纯的为人服务，为学生服务，而不是为了什么，为了钱服务。所以越教啊越欢喜，所以就下定决心啊，要从事教育这一条路。所以我一下山呢，马上呢就去参加补习，结果佛菩萨连补习费都怎么样，帮我们安排好了，所以那2个月代课啊，就有补习费啊可以交。那我们在补习过程啊，我也很有信心，因为啊佛菩萨会加持。记得师长有一次说啊，在这个末法时代，假如你发心要为佛法为众生，啊，那你就是啊诸佛菩萨的独生子，因为诸佛菩萨找不到人加持，没有人发心啊，只要有发心呢，你一定变独生子。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啊，诸佛菩萨会加持，所以在整个补习的过程啊也很平稳，所以也很幸运啊，就顺利考上了。然后佛菩萨很慈悲啊，他派给你的任务啊都不会压死你，所以因为呢我还没有教学经验，所以第一年呢，啊，就给我是科任老师。好，等我熟悉了教学的生活啊，第二年就让我带一个班级，而这个班级啊并不好带。好，然后第三次啊，我又带一个全校啊最不好带的班，那也熬过来了，所以能力啊也透过佛菩萨的安排啊，一点一滴啊慢慢提升。结果接完这一个班以后啊，我就到海口去了，就变成啊要承担海口孝廉中心的推广。所以我们也是抱持着师长命啊行勿懒。记得在今年初，刚好我在外面忙啊，那有一个小孩啊10多岁，我就吩咐他在中心里面啊听师长讲经。听完之后呢，我回来他要跟我报告。那一天中午啊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今天啊你听老和尚讲了什么。孩子啊他就说，今天老和尚说啊，他说他的年纪啊都快80岁了，还要为了世界和平啊正法久住啊，常常要在国际间啊飞来飞去，有哪一个年轻人啊愿意发心啊也来做这些事情。我老人家给他磕头。当时候啊，这是在一个10多岁的孩子的口里讲出来，但是我们做弟子的啊听了之后非常惭愧，所以呢也抱持着以师智啊为己智，好，以师长的志向啊为我们自己的志向来努力。而能感呢，啊，是我们的心，所感是境界，所以当我们起了这一个念头啊，感应马上就现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没多久啊，深圳的因缘啊就接上了。所以从
那时候开始啊，我就开始啊，坐着飞机啊，飞来飞去。所以师长命啊，行勿懒；师长教，须静听。我们面对师长的教诲啊，绝对不能打折扣。师长讲十句啊，我们要做几句？十句。假如师长讲五句，啊，讲十句，我们只做五句，另外五句不做，那是用分别执着心啊，在接受教诲，这样会不得受用。所以，只要师长的教诲，我们一定啊，要往那个方向不断努力，这样就能得到受益。所以，老老实实啊。是修到一个很重要的态度。再来，众生呼啊，应勿缓。我们都看到啊，现在的人啊，因为没有接触到圣贤学问，所以很多的思想观念啊错误了。那错误以后啊，又造作很多的过失。所以自己是苦不堪言。我们在《地藏经》当中啊，也看到佛陀啊，摸着地藏菩萨顶，告诉地藏菩萨：“你一定啊，要让我灭度以后，还有弥勒佛来之前啊，这一段时间的众生啊，不要堕到啊三恶道去。”诸位同修啊，谁是地藏菩萨？诸位同修，释迦牟尼佛在摸谁的头啊？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，我们都有责任跟使命啊，要续佛慧命。而地藏菩萨表的就是孝跟敬。所以只要我们现在认知到孝跟敬的重要，我们就要把这样正确的态度啊，广宣流布给跟我们有缘的人。记得有一次在听师长讲到普贤十愿，其中有一愿叫请佛住世。师长提到了佛法难闻啊，能闻佛法的人已经是万中一二，而能闻到佛法又是正法的，又相对减少。能闻正法，又能闻持名念佛可以当身成就的法门，又是难上加难，无过此难。而我们今天却有这样的因缘已经遇到了，那你不请自己住世啊，你要请谁住世？当场啊，师长的教诲啊，把我们的分别执着啊打掉了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份使命啊，能够听到众生的需要。所以众生呼应勿缓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，好，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。预备，起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，出必固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夜无变。好，冬则温，夏则静。这个是在东汉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叫黄香，他才九岁，就懂得啊，冬天的时候帮父亲啊先把被温好，因为他的父亲身体比较不好，那母亲又去世了。所以他呢
就有责任啊，尽心尽力啊，照顾好父亲。那夏天时候比较热，他就先拿着扇子把床啊扇凉，再请父亲来睡。诸位同学，黄香才9岁啊，他就这么样知道孝道。后来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马上啊就给予他很高的肯定，写了8个字：江夏黄香啊，举世无双。其实这个皇帝这么做也是很有智慧，他知道要扬善，让所有的人民啊都来效法黄香。后来黄香啊也当了大官，替人民做很多的服务。那有家长就说了，他说呢，冬天让孩子去温被啊，会不会感冒了？所以你看呢，我们替孩子做越多啊，反而让他学习的机会啊就越来越少，哪有这样就感冒了？那身体实在太虚弱了。那就是要多做啊，因为多做当中啊，他的经络啊才会发育的好，体格才强壮，免疫系统才会形成。好，那冬温夏静，它是养父母之身，也是养父母之心。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父母的内心啊非常安慰。好，除了冬温夏静之外，我们也要处处啊在父母的生活起居当中啊去满足他们的需要。比方说昨天晚上您看呢，这个冷风嗖嗖啊，也会感受到今天的天气一定会比较下降，赶快啊打一通电话问候父母，然后叫父母啊明天啊多加件衣服。所以也是关心到父母的健康。当你在打这一通电话的时候，虽然你的孩子在旁边可能在玩耍，但是对他有没有影响？影响很大的。孩子的学习啊不像我们大人啊必须要很专注啊，他是眼观四面啊，耳听什么八方，他耳聪目明啊，所以我们所做点滴啊他都在学习。很多人都说现在是小家庭啊，怎么教孩子孝道？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心啊。好，当我们可以推测到哦，父母家里可能没有米了，赶快呢，来儿子，我们给爷爷送米去，带着孩子一起去做。当你每一个要汇款给你的父母，把儿子带去，来，儿子你来写，写汇给爷爷奶奶，这都是很好的教育机会。而养父母之心啊，最重要要处处能体恤父母的情绪，父母的感受。记得我听闻佛法以后，感受到啊，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，也希望啊，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益。所以我心里面啊，就有一个底啊，可能往后啊，要离开父母啊。来做事情，来尽一份心力。所以在学佛这个过程当中，在2-3年前啊，我就会跟我母亲讲，我说母亲啊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，都闻到佛法，都闻到法义了，我们也很希望啊，有更多的人能够闻法。所以你儿子很幸运，那我们要让这一份幸运啊让更多人受益。所以母亲啊，你一定要把儿子啊捐出来。在2-3年前啊，就先跟父母啊先打招呼，结果过了这一段时间啊，
很巧，在前年的九月份，刚好师长派杨淑芬老师要到海口啊，去了解一个推展中国文化的机会。那杨老师啊，就带着我这个晚辈啊一起过去。所以当我母亲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，她一点啊也没有觉得很唐突，她也很欢喜啊，就让我来。反而是我母亲啊在劝我父亲，她说你要放下，各有因缘哈，不要强求。还是我母亲在劝我父亲，所以我母亲很多同事都说啊，哪有人像你这样的母亲，人家母亲都是舍不得儿子走啊，你是把儿子怎么样送出去。所以我们善体清心啊，让父母时时有心理准备，而不会觉得很唐突。那当然，因为我的父亲一开始啊，他也会有担忧。他曾经就跟我，我要出去以前啊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很困难，教育的工作啊，几乎1000个人做，可能1-2个人都不见得做得起来。那我就跟父亲讲，我说假如1000个人做啊，只有1个人成功，那我们是要去了解999个人如何失败，还是要去了解1个人如何成功？要去了解哪一个部分？哪一个部分？如何成功嘛？你去学失败干什么？但是我们现在往往有一个惯性啊，都先看到啊，很多人都做不起来，所以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。都往坏处想。其实啊，一个人想要找借口啊，要找1000个、10000个、啊、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假如肯做啊，下定决心啊，那还是可以勇往直前。所以我就跟父亲讲，我说假如啊，这一个成功的人，他必须具备很有财富，很有地位，他的家亲眷属啊还要当大官才能做到，那我一定做不到，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嘛。但是假如这一位推展成功的人，他并不需要这一些条件，而他需要的条件呢，我们也拿得出来，那这个我要考虑哦。那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，我说老和尚他一个人啊到了台湾也没有财富啊，然后身边啊也没有亲人，但是凭借着一个好学的心，一个慈悲的心，希望啊成就众人，所以有这一份真诚的心啊，感得很多好的老师啊给予他教诲，那也感得很多好的护法来护持他，来帮助他。所以老人家一个人啊，把佛法、把正法弘传到全世界。所以老和尚有真诚的心啊，我们也有真诚的心。所以父亲听完了、啊，也就没有啊继续来劝说我。后来我就接着跟我父亲讲，我说父亲啊，我绝对不奢望中国文化在我的面前啊开花结果，因为10年树木啊，100年树人，这个教育断了根啊，必须要在好几代人的努力啊才行。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传承到我们手上，假如断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我们也对不起啊后代子孙。深圳有一个
万姓宗祠，建得非常的庄严。我是第一次啊，去礼拜万姓宗祠。一到里面去啊，我对着每一面墙啊，顶礼三拜，内心在想，我们是救驾来此，不知道让老祖宗啊掉了多少眼泪啊！所以这三每一面墙的顶礼三拜啊，是代表一个很忏悔的心，哦，希望往后啊能够尽自己后代子孙的一点责任。所以我跟我父亲讲，我说中国文化不在我们这一代断根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后来去了海口三个多月时间呢，遇到过年，我也回到家里来。一回到家，我们行李刚放下，赶快啊就跟着父亲啊一起回去看爷爷看奶奶。因为当我们对爷爷奶奶很恭敬啊，父母一定非常欢喜。当天晚上回来呢，我跟我父亲啊坐在椅子上，我就开始啊也学习我这个好朋友，把这三个多月来的所做的事啊点点滴滴啊给我父亲报告。在这个报告的过程，我们提到很多孩子啊如何孝顺父母。我看到父亲啊在听我讲的过程里面呢，三度啊落泪。所以其实啊，我也可以感受到父亲啊非常善良，他也希望啊别人的家庭、别人的社会啊可以更好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做，是养父母之心，也是养父母之志，去圆满父母啊服务社会的这一个志向。因为父母用他们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成就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立身行道，这样才能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所谓大孝显亲。我们有一个老师，他刚好啊去年的元宵节来听课，那一天呢，他刚好坐在正中央，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中心的老师当天呢还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蔡老师，今天是元宵节啊，要不要停课一天？”诸位同学，要不要停课一天？学习哪有休息的？有没有今天我们当父亲跟儿子说，儿子啊，我今天请假一天，今天我不当爸爸。我们当老师的能不能跟学生说，今天老师请假一天不当老师了？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在做孩子的好榜样，所以德行不能休息。当你延迟一天学习，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延迟一天呢、啊接受到正确的教诲。好，所以那一天就如期啊上课，非常欣慰啊，来的家长呢没有减少。结果他学习过程啊，只要听到好的故事啊，马上啊正笔疾书开始写。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三个多月以后啊，这位女士啊第一次啊走到讲台前面来跟我说话，他说啊，导师每一次讲完课啊很辛苦，所以呢，他觉得呢不方便呢、啊、再来增加我的负担。可是今天因为啊，他已经啊想要啊出来讲课，他觉得这么好的教诲啊，不能利益自己家庭而已，要啊利益更多人，所以他打算呢、啊、回他的故乡文昌。去教授《弟子规》，他是在航空站上班呢、啊，也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，但是
由于他这一份用心啊，相信他会进步的特别快，所以发心是重点，用心啊就是专业，只要用心啊，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教育学好，把一些能力备足。所以俗话说啊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所以当他这一份愿心发出来啊，当他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摇摇晃晃啊，但是旁边这一些同学会怎么样？赶快帮他扶一下，很怕他站不稳。所以这一位老师一说要出去故乡教书啊，我马上呢把德育故事啊送给他一套。哇，他接得非常欢喜，我说你以后不要再一直写了，这些故事啊都在里面。那其他一些第一线的老师啊也很感动，马上把他们的教学经验啊都跟他分享。所以这一个老师啊，他教学呢越教越好，来上课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刚好有一次他上到了四诸父如是父，四诸兄如是兄，上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买了一篮的荔枝啊回故乡教这一句。教完之后，因为啊学了就要做，他当然是引导了孩子了解到啊，一切父母长辈对家庭对社会都有贡献，都值得我们尊敬。讲完以后，孩子啊也很有善根，马上啊拿着荔枝啊在他们的乡镇里面啊跑来跑去，好，一见到长者呢马上就把荔枝啊给长者吃。诸位同修，他们的乡里啊那一天弥漫着什么样的风气啊？敬老爱幼，敬老尊贤的风气。当天晚上，他们乡里面啊很多的长辈啊打电话给他父亲，对他父亲讲，从来没有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啊这么样的回馈自己的家乡。这一句话是从他的父亲啊讲给他听，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啊自己也很感动啊，眼泪都掉下来。所以当一个女儿这么做啊，确确实实让父亲的心非常的安慰，非常的欢喜，父亲也有这一份啊利益社会的志向，而女儿帮他完成了，也是养父母之志。所以这样的快乐啊，诸位同修可以维持多久？可能他的父亲都会觉得这一辈子啊养这个女儿啊非常值得。所以这个跟包一个红包啊给父母，买个东西给父母啊，那个快乐啊是不大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从冬则温，夏则静，要体会到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还要养父母之志。接下来，晨则省，昏则定，早晚呢问候父母。有一位老师，他来听完课啊也回去教弟子规，刚好打了一通电话到我们中心。这位老师说啊，弟子规里面有糟粕啊，这个糟粕呢就是那个米啊不好的部分啊都不吃的。那我就进一步啊请教这一位老师，我们可不要当场又跟他辩论起来啊，这样会适得其反。因为你假如说你错了，怎么可能会有糟粕？你一说他错了，他马上全副武装怎么样？
开始跟你辩了、哦、我们就呢也很客气的跟他说、请问您觉得哪一句话是糟粕？这位老师说，晨则省，昏则定是糟粕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一天要问两次啊，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那我接着啊，就跟这位老师提到，我说父母啊，对孩子的关怀思念呢、啊，一天几次啊？无时不刻啊。有一位老师他就跟我说，在春秋之际，气温变化特别大，所以孩子往往在半夜啊，都会踢被子。所以他们在春秋之际啊，被子都盖得特别薄，然后半夜自己啊冷的醒过来，然后先去帮孩子怎么样把被子盖上，然后再安心回来啊睡觉。所以当父母呢连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挂念孩子，更何况是白天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早上小朋友啊去跟父母问好，爸爸妈妈早上好，昨天睡得好吗？当一个躬举下去啊，俗话说人逢喜事啊精神爽，好、哦、哪有比孩子孝顺啊更快乐的事情。所以父母啊一天呢情绪都很好，然后看你呢额头呢发亮，代表昨天晚上怎么样睡得很好，他也很放心。好，晚上下完课回来，父母也不知道你今天、啊、情况如何，我们主动啊再去问候父母，父母一看哎，气色不错，在学校啊应该没有打架，没有跟老师同学、啊、有冲突，所以呢父母也很放心。所以一天两次问候啊，能减少父母很多的担心。结果我讲完以后啊，这个老师呢，他就比较能接受。他说：“蔡老师啊，你的中国文化学得不错。哦，你跟谁学的？”我们听了闻欲恐，诚惶诚恐。我说：“我跟杨淑芬老师学习。”结果突然这个老师啊，给了我一个回马枪。他说：“蔡老师，这一句话你自己都没有做到，因为我离乡背井，好没有办法早晚啊，给父母晨则省啊，昏则定。当老师的最怕呢，就是学生说老师你没做到，全身怎么样冒冷汗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跟这个老师说，我说啊。”假如我现在啊早上打一通电话，晚上又打一通电话回家里去啊，我妈妈会骂我，她会说你不知道长途电话很贵吗？好、哦、不要这么常打回来了，只要啊每个礼拜六晚上固定啊打回来就好。所以我们要顺父母之意，而且那个培养默契啊，往往礼拜六呢那个电话一响，我妈妈就会说儿子打电话回来了。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礼拜啊哪一些事情跟他报告，家里有哪一些事啊我们也关心一下。所以晨则省，昏则定，最重要的它的本质是不要让父母担忧啊，这才最重要。假如我们的德行不好，每天纵使一天打十通电话，父母不担心了吗？还是照样担心。好，所以这一句话的本质要抓在啊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让父母对我们非常放心，非常不担忧。好，那这个才是啊，落实了这一句的本质。好，下一句。出必故，反必面。要出门的时候
要先跟父母讲我们去哪里，他才会放心。甚至于是假如你出外念书，你的学校跟你住的地方啊，最好能够让父母啊亲自去一趟。好，他看到了，哎，学校啦，还有居住的环境都不错，他才不会啊多操心。好，这些我们为人子女啊，要善体亲心，这些工作啊要做。那出门去之后，也要把可以联络上的电话、住址啊，一定要给父母知道。临时有事啊，也马上可以通知得到。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要主动啊，跟父母问好。那父母也了解啊，我们已经回来了，他就很放心。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在学习《弟子规》以前呢，他觉得他是大乘根性，结果后来学了《弟子规》啊，他把他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呢，他说他只做到一条，哪一条呢？便尿回，则净手。所以他说知耻近乎勇，他要好好来落实。他就先挑啊，马上可以做到，他就挑这一句：成出必固啊，反必面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他确实啊比较晚回来，妈妈已经睡觉了，他都要啊轻轻的走到妈妈面前，好跟他妈妈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但是很小声啊，自己听得到而已。所以他觉得呢，他假如不做啊，自己的内心啊不安。所以他有这样这么老老实实啊，例行经典教诲的这样的态度啊，相信呢，他的学习一定是得日增啊，过日少。好，那我就有曾经教到一个孩子，他一回到家，一句话也一声不响啊，马上跑进屋子里，在那里打电动玩具。那个东西啊，很容易沉迷。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啊，很头痛啊，因为啊，一沉迷啊，要再拉起来怎么样，很困难。所以还是要慎于开始。那假如现在孩子已经大了，他又这么沉溺在这些玩乐当中啊，你可要啊，一点一滴把它导正。你可不能啊，当天回去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掉，不能看电视，收了。你的孩子假如已经身高跟你一样高了哈，你可能会有危险。所以慢慢啊，把时间给他减掉，让他比较能接受。那你又啊，企鹅当榜样给他效法，把他的善根啊，慢慢唤醒。但是孩子假如只有五六岁啊，甚至更小。那二话不说把电视怎么样收了，还有莫大的好处。结果这个孩子一声不响进去了，他的家长说孩子怎么都没回来，家长还打电话到学校说都一个多小时了，孩子还没回家。家长很心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定下心来告诉他，你先别急，因为呢，学校也没有活动啊，应该是已经下课了。你先啊，进屋子去看一看啊，到底孩子有没有回来？结果一去看呢、啊，早就在里面呢、啊，打电动玩具了。所以你看，孩子没有反避面呢、啊，让父母啊多操多少心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啊，先讲到这边啊，谢谢。